2019年2018年的时候，那趟是可能让社区变化的那段，将会员批的销量第一年嘛。那个周文旭这个变化将阿龙，特别呢，分离开外面，给亚比呢，某天在多伦多大学，张东江阿罗，分离前没事的路，张东米巴瑞个，走路打的米瑞，张镇好家伙，所以你家里路第二话嘞。 我分地的找你哈，某天在多伦多大学阿玛嘎石头沟阿玛嘎石桥沟内，无论张某找你皮卡，还是找你妈带腰的，找到物业困难时看需要路第二把嘞。来西马罗，还是找你们分内段，这里一处哈，欧亚找你三万公司找得多嘛，多要一年带腰你家里路第二把嘞。哎喽，欧亚路三万找路过多要得卡嘛，这里如果三个人呢，就不路要比，两人个贵高伢路。 我们要跟身边的妹，我们要来看马路开开走呢。为这难度的干扰，爬上牛角水牛里，来个牛角，可以上瑞士个布查家里路，当我一个人米巴都个表白嘞。哎，你找你好，别个人你家里，张飞在哪家隔壁？西安西安马瑞个嘞米巴瑞呢？谁来个布拉伊达阿丁个？为啥偷阿丁个呀？找呢？今天马来张飞没回来，西安马阿路也把马拉苏拉瑞个布尼亚来路，石东公马你猜呢？ 张大米巴都撇到，我阿用乌鸦表白嘞。哎，所以阿拉才讲，哎，你阿瑞哥，哎，你阿松路怎么开大招？所以阿得得来一提，张瑞哥分给我背开路，毛起皮都来呢，皮都来到阿马都个当苏拉招，不米皮拉皮娘心里个，来要等到细细木的皮路开来路第二话嘞。今年所以阿也关心细细木，对是绝对个，皮当苏个真别特别。 比方说，我这边特别，比方说，我找么便宜路，啊，可找那个么分内地啊，撇的路，哎，找那个分分背部，比方说，找嘛这边个嘞，爬山用的，比方说，找过子嘞，到南推都个表白嘞。对话嘞，我啊，啊，可这嘛路，我啊，本来是今年暑假呢，我本来的，啊，可上个山下来，啊，坡地也最西侧那个，那的，啊，那，比方说嘛，天下里个，比方说你照片里嘛，外边，我啊，边铺嘛，我那路。 阿拉阿拉，怎么没过没的了？老板呀，今年暑假那我啊，不老爱啥物事啊？那现在阿不的，那这边的老板不老，阿拉都都干点别的嘛哦。阿哥啊，就怎么了？电台里面老讲话都是撇断了不？阿看见了，阿哥啊，电铺没过了，我洗完了，把路来走。都电台里面我他们吃个，哎呀，我那阿拉呢，都电脑滴滴转，电铺滴没过，阿路没过。阿哥啊，电脑电台了不咯？ 我边做边喷布布，边拿着电台了，我怎么都做啊？都对别的，哎，另外一面我那都对了，看到了。啊，我边密码张边酷个讲呢。而张女士的提到过，不必必要边拿先那个，来要等等细细要嘛咯。张女士的那样的哈，俺们也跟着先表表示给了路嘞。而且节目里呢，提到看对他个第二话嘞。